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澳门快拍，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的内容。澳门银河的群方自助餐厅呢，以不同的设计把用餐区分为了不同的区域，宾客们来这里呢，可以品尝到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美食。不如今天晚上就约上你们的好朋友，相聚群方，来一次亚洲国际美食之旅吧。好了，想知道更多的内容或者酒店预订的话，就登录 macau.com 咯。